刘培元的英文教室成语造句篇，我们用成语来造句啊，第十五集。那我现在有六个 YouTube 的，主要是英文的频道，还有尝试啊。譬如说，我们如果想讲有关于谁会是下一任总经理啊，我们就造句嘛，或者下一个老师啦、班导师啦啊。或者谁是我们下一个什么东西啦啊，在公司内被大家谈论着啊，像我们想表达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in question 啊，把它套进去。那至于它什么意思，我们待会讲 in question 啊，成语。你用肉眼呢是看不见病毒的，因为病毒太小啊，放大镜也看不到，显微镜勉强看到啊，最好用高倍率的显微镜啊 ，the naked eye。他肉眼的意思啊，我们可以把它套进去。经过长时间讨论后，我们结婚的日期啊，终于敲定了啊。结婚日期，男方女方的看法不一样，还有双方家长一大堆人啊讨论，最后终于敲定了啊。Nail down， 我们可以用这个啊。谢谢你大力帮忙啊，不客气。某甲啊说谢谢帮忙，某乙回答说。Ben Kiki 啊，不客气。或者大陆人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等等。啊，当个社区保全呢、啊，太委屈你了。学历大学啊，那个国中啊、高中就可以了，太委屈了。你应该找个人发挥工作。你是大学电脑系啊，那应该去科技公司上班啦、啊，电脑公司上班啦、啊。啊，我们可以用 other place 啊，不对的地方来套进去。所以我们在这一期叫 in question， the naked eye， nail down， not at all， 尽量不要念成 not at all， not at all， not at all， 啊，比较习惯老外习惯这样念 out of place， 啊，这五个，那 in question 就是 being talked about or in discussion， 就是被谈论到或者被讨论中啊。在讨论中的意思，我们这边为什么不写故意不写中文呢？写中文就会依赖它啊，所以我们最好用英文去了解，这样比较正本清源一点啊，比较是正道啊。Being talked about or in discussion, the naked eye, 啊 ，the human eye 就是人类的眼睛 ，not held by any device， 好、啊，没有被任何东西，被任何的我们可以 device 就是设备啦，仪器。就是说你不是用望远镜啊、放大镜啊、显微镜啊等等所辅助的话，就肉眼，我们讲肉眼啊，用肉眼看。The human eye not helped by any device 啊，所以被帮助嘛，所以加 ed 啊，都知道不是过去式，而是被帮助。Nail down 就 satisfactorily， 就是最后终于 settle， 终于决定了，解决了，搞定了。这 nail down 就有点像这个中国话，这个板上钉钉了，板子上钉钉了，就是铁定了，肯定了啊，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啊。nail 板是钉子嘛，它也可以当动词钉上去 ，nail down。可它为什么不用啊 ？nail 其他的那个介系词，它就习惯用 nail down 啊，钉下去，啊，钉下去，钉住了，不会动了。Not at all 就 not in any way 就不是任何的方式。就是没有了，啊，没有的意思 ，not at all，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哎，是不是弄痛你了？哎，完全没有。啊，谢谢你啊，不客气，不客气就什么都没有吗 ？Out of place 就 not in proper place， 啊，就不在适当的地方 ，out of place 啊，不同的，不对的时间，不对的人啊，不对的地方。那当然了，有的时候他那个成语啊，他可能有。不止一种意思，可能有两种啊，有可能啊，而且算是蛮经常的。但是我们这边都只一次讲一个意思啊，不然会太复杂啊。那比如说有关于谁会是下一任总经理啊，在公司内被大家讨论啊，热烈讨论，大家很关心这总经理男的女的，脾气好不好啊，啊，要求严不严格啊，等等的。The topic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general manager has been in question in our company. 这 topic 就是话题了。
啊，或者说我们写作文的、啊、题目啊，写论文啊，论文的题这个 title 它的题目啊，有关于谁会是下一任的 general manager， 你也可以讲 GM 啊 ，GM 就是 GM 就是 general manager 的缩写啊，但是 GM 常常就变成大写啊，两个字母就变大写。Has been in question 就是一直以来用完成式，就是已经被讨论一段时间了，不是说有问题，而是被讨论 in question 啊，被讨论 in our company， 所以这个很好用啊啊，但是你不要以为它是 in question， 是不是在什么问题当中？不是啊，所以成语呢，它的字面意思跟它实际的意思会有一点差距，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The topic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general manager has been in question in our company. 你用肉眼是看不见病毒的。You can see the viruses with your naked eye. 你的肉眼你看不到病毒的，看不到。那病毒呢是 virus， 它也可以有复数，就是加 es，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加 s， 有时候加 es， 还有其他的变化。那有的时候是单复数同形，所以这个情况很多啊。You can see the viruses with your naked eye 啊，因为那个病毒不止一种嘛，有太多了，病毒千奇百怪，太多了，所以加复数。啊，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后，我们结婚日期呢，终于敲定了。After a long time of arguing, the date of our wedding was nailed down 啊，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争论讨论啊，有时候会难免讨论变争论嘛，对不对？本来说男方说这个时间很好、啊、太好了，黄道吉日，我们全家有空，女方突然有一个家长啊，不行啊，我要出国开会，哎呀，就有时候到最后，然后男方又说那另外一个时间也不错，女方的本来是爸爸开会啊，那妈妈又说哎呀，我那段时间我要出国啊，跟几个姐妹淘啊，闺蜜啊，台湾叫姐妹淘啊，大陆叫闺蜜啊，我们又到日本去采购，哇，男方就生气了啊，就有时候会 arguing， 会去争论啊。The day of our wedding was nailed down， 啊 ，nailed down， 板上钉钉了，钉子钉下去了啊，确定了，敲定了。After a long time of arguing， the date of our wedding was nailed down， 啊，我们说确定了，我们可以用 nailed down。啊，谢谢你的大力帮忙，不客气啊。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help。啊，谢谢你的很大力的帮忙，帮忙很多了，拍摄谢谢。另外一个说 ，Thank you， 不用客气 ，Not at all。啊，不需要客气。啊，这个很好用。啊，当个社区的保全了、啊，大陆叫保安了、啊，台湾叫保全，太委屈你了，你应该找个更能发挥能力的工作。As a security guard is out of place to you， 对你来讲这个地方不适合，但也不一定讲地方了，就是反或者人啊不适合你，机器不适合你，这部车不适合你，都可以，反正不适合的意思啊。字面上意思是不就是 out of place， 好像在外面的地方，它不是不适合地方，可是它用法也不止啊，不适合的人事物都可以。You should find a job more suitable for you 啊，你可以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工作啊。我们就说不适合的地方，不适合的人事物，这个东西不适合你，这化妆品不适合你，你容易过敏啊。这家餐厅不适合你啊，它是素食的，你吃不惯素食。As a security guard is out of place to you, you should find a job more suitable for you 啊，这样子。好，我们把它念一下。所以这样学这个 in question, the naked eye, nail down, not at all, out of place 啊，一起学五个成语啊。有关谁会下一任总经理，在公司被大家谈论着。The topic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general manager has been in question in our company. The topic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general manager has been in question in our company. 啊，肉眼看不到病毒了。You can't see the viruses with your naked eye. You can't see the viruses with your naked eye. 啊，长时间讨论以后，我们结婚日期终于敲定了。After a long time of arguing, the date of wedding was nailed down. After a long time of arguing,
The date of our wedding was nailed down. 啊，谢谢大力帮忙，不客气。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help. Not at all.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help. Not at all. 啊，大哥，社区保全太委屈你了，你应该找个地方更能发挥能力的工作。Yes, a security guard is out of place to you. You should find a job more suitable for you. 啊，其实这个 for you 可以省略掉叠同架物啊，可以不用 suitable 就可以。As a security guard is out of place to you, you should find a job more suitable for you 都可以啊。好，这一集讲到这里。